我是你们老黄，我又回来了哦。在这个大别野休整了两天，今天放晴了，今天阴天，还可以啊，这个天气就还可以了，没下雨。现在早上9点钟准备出发了，下一站的话是去川西。川西的话，先走骑一段318，骑一个川西大环线，带大家看一下川西的美景，是不是？刚才把这个车啊装好了，准备出发了。要骑10公里才能骑出这个城市。9点钟出发了，出发了。再见了，再见了，我的大别野。梁山的话，有缘再见了。这梁山到雨季了，这一路走来其实印象蛮深刻的。终于快出城了，到边缘上来了。这个道路叫航天大道，出了这个航天大道了就到国道了。不知道后面的国道大货车应该没那么多了吧。城市道路就是好骑啊，比国道好多了。啊，哇，这西昌的话太大了，骑了差不多20来公里啊，才进入108国道。这国道的话，体验感就没有城市里面那个道路好了，比较窄，灰尘比较多。这条国道的话是直达318国道。这条国道我们看得到很多魔女的，基本上它魔女到梁山琼海过后，可能就去这条国道去那个甘孜嘛，川西。基本上就是这条路线。这条路线的话，货车没那么多。不知道这个是种的什么树，好像是树桩。是种木耳的吗？还是什么的？不是太懂，没见过。这条国道比较直啊，好直。出了这个西昌市区啊，居然就是大太阳。今天太阳好大呀，而且比较热。我知道了，那个是种的桑树啊，这边是养蚕的，看到了，养了很多蚕这边。今天的路程没有什么风景了，没什么可拍的，风景也没有。今天一天就是脚踏着光阴，路过一座座乡镇，没什么可拍的，也没什么风景，看一下吧。等会儿骑吧，骑到5点钟左右，找个露营地露营算了。今天路也比较好骑，应该骑个60-70公里没什么问题。这边的话，露营地估计不是那么好找，最好找废弃房，不然的话怕淋雨啊，淋怕了。这里有条小路，看一下进去可不可以找到露营地啊？不打算走了，好热啊。哎呀，先停在这里。今天咋这么热啊，我一离开西昌就大太阳，这不是跟我过不去吗？看一下嘛，在这个国道上面有条小路，我这样骑上来，这里面是个停车场，好像停货车的，进不去。这边的话我估计是去前面村里面的，这条才是国道。
我这里看到一个这个泥巴路，看一下进去是什么样子。那里还有一个信号塔，哇，这里看一下，还有柴火，找一个能烧柴火的地方吧。啊，信号塔好大呀，进去看一下。现在差不多四点半，啊，今天又是30多度高温了。这边应该是菜地，这小路应该能上来吧，石头有点多。停车场，这里面可惜了，进不去。因为一般以前也住过高速公路桥下，这边肯定有桥。不可能没有，没有的话不会建这种修这种小路，没有人过来的。看吧，我就知道，住的桥洞住多了都能感觉得到泥巴。哇，好凉快呀、啊！哇，这桥洞还可以啊，好凉快啊，感觉到家了。看一下，哇，这风吹的凉快，今天特别特别热，这泥巴有点湿啊，刚下过雨的吧。哇，这边可以吗？这边有点干，看一下嘛，走过来就是这样子。这地方可以啊，这地方还比较干，主要是凉快啊。那边不行，那边应该是前天下过雨的，那边积了水。我看一下这边能不能流水下来。信号塔，好，超级大一个信号塔，今天有信号了。上面是一个高速公路，到雅安那边的，成都那边的高速公路。所以说这边大货车少啊，因为这边有高速公路了。这里没有路了，堵死了。哦，它这里有排水沟，所以说我那里不用担心排水下来。这样的话，只要不是超级大暴雨，那边应该没什么水。这个桥洞还可以，还可以。这个上面也很平了，但是上面能晒到太阳，太热了。还是桥洞比较好，比较凉快。而且这里应该可以烧柴火。桥洞。上去上去，推上去了。哇，我把这个水放这里了，今天还好打了一壶水。一会儿把帐篷搭在这里吧，然后把这里清理一下，这些石头捡一下，这个位置感觉挺不错的，这个位置。哎呦，把帐篷搭起来，野外生活搞起来。这个地方应该可以烧柴火，今天。劈点柴火，这边的话不缺柴，出门在外有桥洞住，有柴火烧，就已经很满足了。这柴火还可以。
先把米饭给煮了，把这米洗一下。今天的话来吃这个花菜，这个包浆花菜。本来不想买这个花菜的，那个卖菜的，他就是要卖给我，他直接拿给我，他说买嘛买嘛，我的天，强卖强卖卖给我，还好2块钱不贵，他应该是放不了了就卖给我，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。花菜还是蛮好切的，花菜也蛮好吃。前几天好像吃过的，还是挺好吃的。把这个蒜苗叶子切成姐姐，这是昨天煮的肉啊，我码了一点盐，没有变味，我准备吃两餐吧，这有点多了，吃两餐节约一点，先弄点猪油出来。那个肉的话，煮熟了过后，加一点点盐，还是容易保存。哎呦，好烫哦！来点老段家的高度白酒，这个行不行？加一丢丢豆瓣酱。来几颗大蒜子，炒出香味，放入这个花菜，这个花菜没有水分了，我们加一丢丢水，给它稍微煮一下，来调个味，放入自己喜欢吃的调料哦，来点酱油给它翻个碎。这颜色一下就出来了，还有我最爱的黄豆酱，来一点，来一点的鸡粉，加一点盐，少来一点盐，好了好了，起锅之前来点蒜苗叶子。今天吃一个这个花菜炒肉，感觉还可以啊，这么好的菜就喝一只吧。开饭了开饭了，今天的话简简单单吃一个花菜炒肉，喝一只国宾，好久没喝国宾了。先走一个吧。舒坦。嗯。尝一下尝一下。先尝一块瘦肉。太香了，那个
个花菜。哇，这柴火的话，火力比较猛，感觉炒成了干锅类型的，特别香。这个肉也是软糯香香的，花菜味浓，味道也比较独特。总体来说，这个花菜还是非常 nice 的。太适合在这个野外吃饭了。今天天气比较热，差不多34度、35度左右吧。喝点这个啤水，消遣消遣。还是我们重庆的薄冰好喝。下面有人来了，也算是实现了自己的梦想，做了一回好汉吧。嗨，你个人啊？一个人呢？你为啥是要在这儿？日可以耍耍了嘛？这儿日可能要下雨，刮下雨。你在这儿直播啊？没直播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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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刚才来了两个初中生，我还正在吃饭呢。